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们刚刚走路经过，看到这个品牌玩具特卖店啊，价格好像蛮实惠的哦。你看，像这个很奇怪的帽子，原价2999，特价1680。好，那现场话有拒绝很多朋友来这边选购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个是 A 赏吗？不是，这个是 Sega 的模型，也做的算是很精致。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原价800，特价200，天啊，200呢？天啊，啊，为什么这个有点涂装好像不是很好的感觉？会不会是瑕疵品？哎，不管，我觉得算蛮划算的啦。原价800，特价200。这个是变形金刚音波，原价1399，特价590。垃圾新人录音机，哦，这边感觉消费者剩余都蛮多的。消费者剩余呢，就是它原价扣掉，就是特价后的价格，这个叫消费者剩余，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赚的钱。好，我们再往，嘉哥，你会买这个吗？不会，不会。这个，对啊，这个是星际大战，80光年。这是什么？公仔，小公仔。哦，这两颗特价990。这个卡通我就不是很懂了。我觉得米豆子那个可以买，那个800，然后变200。对啊。我看一下里面的玩具好了。这个是宝可梦的模型。这是什么？冰雪奇缘。盲抽包150，这个算是很便宜吗？嗯。好像很便宜。好，这个是异星。异形1490，这个是娃娃，这边有特价吗？这边好像就没特价了。大哥，炼狱信兽郎450，然后这个是新的战斗陀螺吗？没看过。战斗超人，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说打折优惠算是蛮多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哦，过来选购。好了，那我们差不多要走了。